ていたんですよ、呼べんなかあ、そうでも、これから呼べんな、呼べんな、呼べんな呼吸穿更紧，我呼吸有点松。Thank you.
觉得是那一块 park 吧。这边边有一些些，原来我说，这里我第一个的那个地方，现在已经什么都没了，大家都来刮一刮了。我如果刮到这样一块，我就天天去走那边，也要刮到一块，没有的。不错。那到处东跑跑，西跑跑，可凑出来还是蛮粉的、啊。左边多，右边少。
放。直走哑巴，好情感啊！他只要坚持到底就走了。嗯，坚持到底就走。哎，不走了。我给他。可是他只是在装。嗯，他就直走就好了。他已经一直走冲到下面去了。对啊，不好的很。因为应该真，但是应该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。但是他好好的、啊。真的，那些女生也是啊。我觉得那个是厉害，他只是在喊而已。嗯。很乱嘞、欸，乱七八糟。
我今天有开吗？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开耶。我的记录啊。啊，你刚没开。记录有记啊？早上没有开，好像啊，好像吧。
看不见了。叫一声，哎呀，很怪。上开吗？啊，你就这样，就看那里，方向是这样，嗯，大概是这样的吧。那你要拿？要拿棒棒？不用。嗯、棒棒看不出这个滑架，看得到没？看得到。雪了，嗯，照预报讲的一样，又要下雪了。下面人好多啊，要小心点下去。不要笑人家啊！这样不去那边吗？要。Thank you.
朝着他走过去，因为我正在南走嘛，然后他就抱头鱼上跳下来。他们都以为我们很快这样，其实这平路已经就慢下来了。紧张啊！嗯，但是我们最起码已经会一个，就是说知道前面路是平的就会安全。嗯，就一直冲，但是有路人很多。我刚刚就是我已经在没有，我没有想刹车，我只是想要一直冲。然后他刚好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我还往前走，我是走比较靠椅子那边、啊。嗯，就是走到后面，就他已经走过的路了，无分。没有，只要他不要过，他会吓到吧。那我走到前面，他不会也吓到？整个人快要倒在地上了。不用啦、也不是跟，就换你先下来。
很辛苦，因为我会转得很小，会不会？我会转得很小啊，你会很累。我尖叫！对啊，不知道怎么叫。就是这个洞。啊？这个洞就是那另外一个。什么洞？这个下去的洞。怎样？就是我们没走过的洞。都蓝色哦。对啊。是要走这、啊？你先走啦，你先走。我就要天蓝了哎、欸。是啊，要先过去，要先回来，然后太深了，过不去了吧？先过去，然后直直下呢？这样子接下来要去滑哪里啊？你昨天看的你要去哪里练习？哦，我看的那个东西哦，可以在这里练啊。这很辛苦哎、欸，来到这里很辛苦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地方？没有啊，做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可以来这啊。哦，你说地是要吹哈、哦？那就那个红色波啊，有压过去。不过没有啦，既然今天视线好，我们就去那个 No Gravity 吧。哦、oh. ，要不要？好、oh. ，好，走吧。
是我不要太多了，一万就好了，一万你应该不会买那么多，还是你钱不够啊？我今天已经付过别的钱了，一万不够啊，我之前又没录卡里了。
远了吧？稍远一点的，这里。好，下。哎呦，松的要命，不用怕啦。不用怕，啊！我应该说我切到草啊，因为我怕的是冰面，我怕啊。重点是不知道往哪边走。刚有一个人就切一切就走了、欸。那可能看地方，先我去看看。这那 gravity 是不是还有下段？有啊有啊。那我太低了哎、欸。那再切啊，要转头了。下段在哪里？啊？下段在哪里？线以下。哪边啊？还看不到，哎、欸，那里那个黑板。那种解放，对啊，走过去看吧。很多哎、欸，这样不会砍到树吗？下去，我是推平大师。
死，没有摔死啊，血太松，血太松，啊，脚很酸，先休息一下，嗯，啊，今天雪很松，全都滑过了，今天雪很松就变很安全，所以就挑今天来了，嗯，只怕雪太深。今天礼拜一，他说两三天，那到我们回家可以收到。哦，嗯。而且他那个，他寄出后马上就有堆积号码。嗯。你要换日子也是可以的。但是邮局耶，邮局可以换吗？都可以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要换成24/5前中。我刚听到谁在讲话？我要讲话。这都很深的感觉，这真的是不是底下也有生馒头啊？趁着今天好，来过就到吧。你不是应该拿这种生馒头练习吗？啊？你可以拿生馒头练习你的转啊。
说了，我就不要重复过。粉印长，粉印长，在一个馒头的地方。嗯，对啊，流度不对。脚很酸，对啊，就一直要休息一下这样。大雪啊！南昌湿地好像比较长，但它也是大雪吧？我觉得可能再一次去，我就不敢像以前滑那么快了。之前不怕死，以为下面没什么。那现在，除非很肯定它的雪超深，嗯，不然的话，随时都会被馒头搞死，嗯，很恐怖。有啊，那时候我就有整个掉下去啊，我也是整个摔到。我那时候觉得是我没看清楚，看得清楚就好。以前是觉得这种跳跳跳很好玩的、啊，没有啊？那个是坡度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有多少人跳过？嗯，哦，就我们在纳斯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新下下来的，雪上飘的感觉。对，我记得是东莞，是个普通红线被盖了这个浅浅的，所以就端端端很好玩。这个是黑线，所以我还在休息。要不然拍一张吗？这样有好快吗？这可以吧，上面有树。啊，在喘气，美丽的样子。我看不出啊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嗯。
可能就跟看不到的反而受影响。是啊，只要我看到在动。出来了。嗯，那是隔壁那条线，不是树林。是啊。嗯。你其中一个人还拿着棒棒。North Star 还是什么的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可以去走那个桥回去。那就直直冲出去了。哼，我们这里还要再下一下，你妈的，操！哼，有了，屁股顶着也可以直冲。我不要，到时候摔倒。不会摔倒的。你又要顶了？啊？你又要顶了？我还是慢慢。我现在大腿就是酸，所以不大。我还是慢慢下去就好。
个洞。一个洞，蓝蓝的洞。好，那我也来录。开始录了。要等的话就算了，我是觉得右后方的天空看起来很蓝。我觉得有一点点往左动。
走过来的，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还很紧张？对啊，因为爸爸妈妈就说他们都很站好，然后看起来又不会动的样子，我才过来。怎么觉得更雾了？我下一次下来还雾。所以去 Romance Chair 了吗？Ha ha ha!
刚没有冲，刚刚没有冲，来我看，我看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摸一下，99%， safe， 真的，哎呀，大家帮我找绑头发的，可能又掉了，嗯，那要去喝饮料了，要吗？还是吃掉一下？嗯，然后去哪里都很累。你有想去那边滑一下吗？我是说现在已经下午了，就去哪里都差不多累。累？累啊，会累。动一动一动，要用大腿滑呢。都可以。嗯。去喝饮料好了，每天都一样。所以就，你要拉我。还不想放，太远。好吧。
接近后面的下面都是 step 专用，但是我当时开过来不是有一个直走的路吗？我看但是你想每天结束的时候你还要撸回来这边。对啊，有点好大的雪啊。哎呀，这块这块的地儿，我看一下够破，好像你没事呢。我的GoPro刚刚摸起来也凉凉的，凉凉的就没事。一兆一兆最大就是今天的，是下雪了。晚上有没有我忘了，晚上有那是最好。我都没有在看。所以问你今天冷不冷？明天又更冷吗？好像是耶，每天低个三四度这样。这其实我今天穿这样也够了。嗯，现在还是没什么风。刚到山顶也没有很大的风，这昨天跟今天都算是微风。到底新野它有黑猫人住点吗？嗯，不知道。还是它都只是收集？因为我看人家不是写说它是只能货到付款，反正它就不收钱的，对。嗯，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还不错啊。我要付款不会比较贵吗？不会啊。你说？他送来我们家，反正他人来了就用卡。我们用黑猫布这样。问题是在于，我们滑完马上寄做不到，所以还是得拿回去。拿回去就不用再来寄。但是 Crazy 如果可以寄的话，是不是更好？他可以寄吗？问他。但是他寄你也没办法付钱啊，一样、啊。对对对，那就是货到付款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有货到付款单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在那里就可以寄了。问他有没有，然后明天早上去告就寄了这样。不是明天了，后天。那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就要把雪板拿回来吗？对啊，要晒干啊。不但要晒干，而且要包好。嗯，对。包好的话，那就连袋子也要带进来了。哦，对。好，多一件事要做，这样。嗯。那就是要放哪里的问题。嗯，就电视机前的空地啊。第一。我怕被烤坏。啊。最好不要。电视机前的空地，但是没有到那么左边。其实那块地已经够了。后面。对，后面来。然后再又这样来，又随便下吹。又来了，你看，又这样子来。一下这样来，一下这样来。这雪量蛮大的哦。带我观察一下他滑行的姿势，他是练习中的，他有做到稍微往前弯，这是很安定的一种下来。在这里。
上的时候都是往上飘。你待会进去前背包要走，里面你有个凹洞。鞋子也超夸张的，你这个胸前都不行，你这里面有一个缝，你的脖子这里行不行？脖子互相抓，哎，你的这个上面都湿的，都破掉。雪都黑色垫子都不见了，不行啊，我这一脚真的太多了。有人吗？没有。高破没差，不要压我的，不要压我的口罩。